色那种，一下子就破了，所以就有点危险哦。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没有盖子，所以因为我们这个酒瓶我们要调音的时候，里面的水位如果水位位置不对，或是有高有低，那声音就不准了。所以因为高粱瓶它有盖子，然后因为它把那个标签洗掉之后，其实也还蛮漂亮。好，所以老师去上课有些地方它的里面呢、会放一些颜料，或是可以放那种荧光棒。往上飘的时候也还蛮漂亮的，这样啊。好，那待会呢，就是会让大家体验一下敲酒瓶啊，看一下今天来敲酒瓶。好，那。